Sisters， 今天刚有个碎碎。大红帽老师今天要教大家用的是漂亮水晶指甲的黄山树，让我们一起当个霹雳娇娃，粉红猫爪攻击。大红帽最近心情很好，因为做了新的水晶指甲，闪闪发亮，吱叽吱叽。啊！从指缝看出去的天空都是蓝的。大红帽好保护他的水晶指甲，不能让鼻屎污染我的水晶指甲，所以我挖鼻孔用手指。但也有例外的时候。嘿嘿嘿，一口气吃掉你这个大红帽，不得不出招了。粉红帽爪攻击！啊！粉红帽爪攻击，攻击性中，属性武器攻击，范围近距离攻击，注意事项还是要记得剪指甲，平常抓痒比较过瘾呐。See you！ 哼，女人爱美是天性呐。